记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第29届金曲奖今晚在小巨蛋登场，由萧敬腾独挑大梁担任颁奖典礼主持人，由彭佳慧担任颁奖者。他笑说，当年获得最佳新人奖后，又等了20年才又获得金曲肯定，以自身经验鼓励歌坛新人。接住宣布最佳新人奖由茄子蛋夺下，本届最佳新人奖共有郑清、茄子蛋、Jay、Shane、李全哲、严艺格、苏佩青及丁世光共七位入围者，最后由茄子蛋夺奖。他们感性说，我要感谢家人的支持，他们终于能告诉别人，我的儿子是做音乐的。主唱阿斌则拿出小超激动的感谢家人。独立乐团茄子蛋以卡通人物入围本届金曲最佳台语专辑、最佳年度专辑、最佳乐团及最佳新人共四项奖。由主唱兼键盘手阿斌、吉他手阿德及阿任、鼓手小赖组成。当初得知入围名单时，就曾自豪说，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。这次出席颁奖典礼，团员都带住不同幸运物，果然一举美奖。最佳新人奖颁奖人彭佳慧，影视中心摄影组摄茄子蛋。影视中心摄影组摄